前所未有的感觉，热热的还可以接受，真的不要刺青耶，刺青的时候都没那么有感觉了。亚洲人最不想要的，你就乱打，反黑，没错。一开始微微的血肉模糊，慢慢的清晰之后，哇，皮肤超光亮，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皮肤到底是什么？今天我要做皮秒雷射，还有美白针。开始之前，先跟大家知识充能一下，算是增加一点对医学的小知识。毕竟皮肤这器官，我们这么常用到，一不小心错一步，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情。相信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如果是对皮秒有兴趣的，也更能了解雷射是如何解决我们的痘疤、凹疤、胎记、斑。我自己觉得知识越多，信心就越多，同时魅力就更多。今天我不只是凯维杨，更是你们的杨医师的儿子。需要讲这么多的理由出来？我们开始吧。大家好，我是皮肤专科王小涵医师。有看过上集应该知道，她是我表姐。在荷尔蒙的波动底下呢，你就有可能会长痘痘，但并不代表你是内分泌失调。病毒感染，然后上面就有一点一点小小的黑点。没看过的，赶快去看。专业知识还是交给专业的来处理。我做完皮秒之后，我会观察我的皮肤，一开始微微的血肉模糊，慢慢的清晰之后，哇，皮肤超光亮，就很好奇这皮肤怎么有办法一个雷射这样子就可以有一些后面的变化这样。对，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皮肤到底是什么？有点油，还是发挥不要戴太高。好，我们要去整张脸。1、2、3，一定要盖被被。就给你一个安全。哇，我要体验贵妇的感觉。大部分都是女生来的，其实男生现在也开心，尤其是会喜欢你的男生。就问一个问题吗？是我的现在感觉问题，还是？你想讲什么？他说我们怎么那么温柔，是不是？对，都这样。专业的、啊，但万一是对不耐烦的，他还是很专业。那你可以对我凶五秒吗？我想体验一下。你平时吗？你说我对你凶，你说客人很烦，是不是？我们现在先敷麻药，我们就先不要讲话哦。大概把皮肤分成三大层，第一个是表皮层、真皮层跟皮下组织。皮下组织其实就是我们的脂肪啊、油的那个部分。表皮层最主要是那个角质层，皮肤就很像一个城墙。那个城墙它是不是要刷一些水泥，或者是上一点漆？角质层就比较像最外层，像异位性皮肤炎或一些湿疹的人，或敏感肌的人，它的角质层或皮肤的屏障就不大好。表皮层的底下、啊、也有一些细胞是所谓的黑色素细胞。那黑色素细胞的数量，不管在白人、黑人、黄种人，其实是一样。只是它分泌出来的色素的量不一样。黑人就是超猛，但是我们看不太出来。黄种人中间猛，看得出来。白种人很不猛，焦急，就跟他们个性有点像。但是像有些人，比如说像我妈的干斑啊，稍微比较有年纪，或是你的体质的斑是又深又浅都有的，那有可能能量抓不好的话，那个色素工厂激发太多跑出来，没错，做保护的动作。没错，有的时候它在浅的地方，有时候在深的地方，有点难搞的原因就是要去做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之后，你才有办法决定你下一步要怎么去攻击它。因为杨凯等一下要进行皮秒雷射，皮肤老废角质，然后去做一个破坏，之后再新生，这个过程需要修复，所以我们就帮他再多打一个所谓的恢复针。所以这个就是加速修复，抗体增加。我们医美疗程有时候会打，以前是美白针啊，那美白针里面它有一些传明酸的成分，然后现在的话是这个是苏西安酸，它又是稍微比较加强版，所以它俗称叫做恢复针。除了可以增加你修复的能力，它还会从苏西安酸，它又会变成谷胱甘肽，也可以有抗黑化，让皮肤的色素可以代谢。比较快。最近是因为刚好是疫情，所以大家也会喜欢它的原因。第二层是什么？那皮层的话比较厚一点，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小零件，比如说血管、神经啊，流汗的汗腺。喝酒会红？对，会红。也是痘痘的那个红痘疤，也是跟那个血管发炎啊、深层有关。胎记的？胎记的话，它是斑，要看那个胎记是深还是浅。像你的胎记比较像是咖啡牛奶斑的那一个。还有名字哦，要喝我的咖啡牛奶。刺青是直接打到真皮层去，就比较深层。对，所以它是直接就是把 ink 在你的真皮里面。这其实皮肤的构造大概就是分表皮层、跟真皮层、跟脂肪。Nice。嘴巴应该也超乖的，就是这里。超乖。微紧张是正常的吗？正常。那超紧张是正常的。Nope。你这边会有一些小杂毛，有没有觉得冰冰的？没有。没感觉。刺刺的感觉，这样而已。前所未有的感觉。眼周可能会稍微比较有点不舒服，热热的还可以接受。肤质，好，还好吗？哦，结束了。对，我们要换另外一边。多人应该都有这样的状况。
就脸会凹一个洞下去，但是他皮肤看起来是光滑，皮肤是好的，但就会有个小凹洞，小凹洞，小凹洞。秒雷射为什么办法把它填补起来？作用什么作用？它是用一个特殊的聚焦探头，还有一个特殊的滤镜，可以把能量集中光束在比较深层的地方，让你的皮肤底下做一些微创，打出一些小空洞。如果旁边组织很坚硬，我们还要把它打断，不正常的组织要把它破坏。经过一两个月之后，你又会长新的胶原蛋白，把你原本那个小凹洞，因为被刺激之后，胶原蛋白就长起来。每次它只会长一点点，长一点点，长一点点。怕一些侦测到凹洞位置不行，要靠医生的判断。雷射它是打一个，可以说是光嘛，一个能量。雷射的话，它是单一个波长，专属性吸收的波长。比如说针对红的，如果放到脸上去的话，红色的痘痘就会去跟它吸收，包括红色刺青。这就是为什么这叫选择性的破坏，就有点像我们在打恐怖分子。你也可以就是地毯式把所有人歼灭，还是精准到？没错，你不想要伤及无辜，那你就必须要选择专属的雷射下去做精准的破坏。会很痒吗？不会。有感哦。有感。但那个脸是比起来完全不一样。我真的不要刺青哎，刺青的时候都没有有感觉了。不要乱刺青哦，警示录。他等了。起刺青绝对比刺青的时候还要痛，每个人都这样说。不止脚痛，心也痛。原本预想刺青想长这样，结果怎么长这样？那我还要来这样，很多个这样这样这样。不要乱刺青哦。做完医美完之后会有一种亢奋，刚刚可能过度紧张 intense。现在痛吗？完全不会痛，冰冰的。冰冰的，也就脚吗？还是脸？脸也有点冰冰的，这就是更冰冰的。刚刚是什么？你语无伦次。被击碎的黑色素就这样消失了，它的黑色素去哪？它不会分散到我其他皮肤周遭，然后变黑吗？看你的斑是深或浅，像你的是浅斑，它就是结痂，然后很快掉了就不见。比较深的斑就跟比较深的刺青有点像，你的刺青可能现在还在，它也没有办法结痂掉出去，它必须要靠免疫系统工作把它运走。比较浅的，它就可以整层跟着你的角质这样子结痂，代谢掉。就像是那个神隐少女郭鲁爷爷，他不是有养很多那个小黑球？哦，对，他们就会斑那个黑色素。对你如果真皮层的色素就是要这样慢慢搬，有些人呢他就是没有耐心，一两个礼拜没有看到效果，他就会换衣服，憋不住然后再去打，结果就会这样。亚洲人最不想要的，你就乱打反黑，没错。好，我学会了。然后或是乱晒太阳也会反黑。今天打完第十四天的，回来重新拍照，顺便做一个超音波保湿。如果有机会来这边做保湿的话，你会感受到他们的细腻细致。你是防卫针？好爽！不要发出奇怪声音。有哎，有很轻微的震哎。是我现在变得比较紧致的意思吗？那我脸打起来会比较 Q 弹吗？你比较大声。那你打一下看看。不好吧？我想看你打一下。好。好。不好。打，快点。打。我。感觉我像几岁？29。看起来像25岁。那心智？大概15岁。是。四号变了。嗯。从原本的24变23了。啊？我变100哎，这么快的时间，数量少了。2%，真的是打一次就有这效果，也是蛮扯的。真的，觉得我做完以后，因为年纪有点不可能是年轻人的样子，所以做完雷射以后，斑的部分真的会变淡，有一些突出的肉芽的部分，它也可以用雷射去掉。哎，你觉得你最喜欢消失的地方？这个肉芽。对，它就是没有。哎，真的没有，只能这样看，这样才不会太丑。你这边很明显呢，这颗吧，你看这颗也变小了。有没有真的变淡了？还有这颗有没有？这颗也不见了。你看这边这颗，我觉得这边是最明显的这一区，这个也会不见了。哦，没有，是要补玻尿酸。对，哦、这是看到这边的观众，你们心中一定或多或少一定的兴趣才会留到现在。至于到底要不要打皮秒，我的看法是这样：像我才过7天吧，很明显感受到我胎记已经至少淡掉了40到50%，有那么夸张吗？我自己是很有感的、啊，但有些人的凹疤可能打第三次才慢慢被填补，甚至第四次胎记才慢慢的淡掉，因人而异。而且这疗程是想要大于需要，如果想尝试体验看看，我觉得没有问题，很 OK。但千万不要跑去跟朋友借钱，一次买一堆的疗程，然后祈祷自己能成为世界上最美的人。奥黛丽·赫本曾说，人的魅力不在于他的穿着，他拥有的体态，甚至他书法的样子，人的魅力在于眼睛所散发出直通内心深处充满爱与热情的灵魂。如果
果大家真的想尝试的话，以下有首次体验的方案，你们的体验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帮助。最后祝福我们都能达到一个完美与不完美的一个平衡，我们下次见，拜拜。HPV 最适合什么人打？爱护自己和老婆的人要打。怎样叫不爱护？其实单一性伴侣机会当然是不高，但是谁知道那谁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年轻人是不是比较开放，所以你认为的年轻人是？你们年轻人就比较会那个嘛。是不是约那个女生比较困扰的是子宫颈癌，她几乎不会有什么症状，她一到有症状就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这个对女生来说 CP 值非常的高。对，因为你不知道男生会做什么事。就我对雷射的认知，它不是很烫很热吗？我们刚进入到极碎这个名词，而被用菌烧或者是把它溶解，为什么热能会对应到极碎这个词汇？最一开始的原理是光热效应，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热能如果太强的话，就有点像那个平民也被伤到，那就。现在皮秒雷射它新的技术光震波效应，它是把它震碎。以前是，所以这个嘚的时间太久，旁边就会烧掉。对，然后但现在是，然后快很快的钱，然后马上打一下，能量比较集中，然后用的又是震碎的方式。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